拍到，你拍一下先。拍这边。哎呀，先看，我们车也抛锚了，放在山脚下了，上不了了，走路上去。所以说开不上来，这个路大家都看到。这种路要凹凸不平，要市区的车才好上。为了看明天的日出，怎么样也要爬到山顶去，搭帐篷了。然后闻一下。明天在这里看日出就很舒服了。好多蝗虫啊！我们明天早上起来抓蝗虫，抓蝗虫可以做早餐。你不听话，我就放你去放牛。那边不是有一群牛吗？这帐篷买来第一次用啊。这些东西又收好。鸟背啊。来，小六。哎。这个扣起来的很方便的。这是两根的嘛。只是一根。应该两根的要插的。两根吗？快。弄熟练的就很快啊。人老了，那个风吹的那个。抓住。盖过来。盖过来啊。门口在这边。两边来练呢、啊，在这里啊。两边都有。就这样啊。走啊，一直走到下面去啊。来，搬回来一点。要来的。搬回来。出来！这里挺好的。哎，林哥，来弄这个。这么薄啊，这个链子。摸了鞋，跟这一样。一个哇，李正，队长。过来这里，把那个石头拿掉。哪里？这边。李正，那里有牛屎的吗？水都死在箱子。那你放在石头这里煮啊，放在石头这里啊。垫几个石头去？对呀、啊，先拿吧。快，稳了，稳了。夜宵。拿那锅头过来。锅呢？锅跟队长拿锅。勺子，买勺子，都搞根木棍来。哎呦！等一下的，你别倒掉哦。是不是把它搞稳掉是？稳了。这卡式炉是吧？嗯。500块钱一个光个炉子。来干杯了，干杯加油。你看我们是打算来这里住多少天，酱油都拿着一桶，一个月都吃不完这一罐酱油。哎，勺子没有是吧？没有勺了，用勺烹。里面依偎着那个是女的，顶住，对，等一下下不来怎么办？我靠！哇！耶！哎！好漂亮哦！我拍个视频哦，这个视频很漂亮。拍啊！你看这里舒服不？舒服。上面云山雾罩。